美食村不同的越狱，奶茶。来人啊，放我出去，我要越狱。进了我的铜墙铁壁的监狱，还想越狱，门都没有。可恶，敢关我美食村玩火，看我出来怎么收拾你。我挖我挖我挖我不动。还有什么招就尽管使出来吧。哼，我有汉堡。哼，感动奶茶，问过我汉堡没有。呀，好大的口气。举起手来，我有枪。我有这个。来人，放我出去啊。哼，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啊。小王子，来人啊。干什么？你也想越狱？不是，我不想越狱。来来来，我给你10包奶糖，一会儿果冻来救我，你可千万别放我走。哼，还有这种操作？行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臭奶糖，赶紧把小王子交出来。不行，我说了他的好处，不能放他走。什么？小王子不想被我救，我这里有100包奶糖，让他跟我走。我奶糖是这种没原则的人吗？200包。果冻姐姐，您这边走。不要啊，果冻，我要待在监狱，我不想回家。柚子，来人啊，我要越狱。天公一声巨响，帅哥闪亮登场。说吧，想怎么越狱出去？我们这有直接开门，炸弹开门，还有本帅哥亲自救你服务。啊，你救我？那算了吧，我不越狱了。不行，我一个人看守监狱太无聊呢。柚子，你快越狱出来陪我玩玩。我是好市民，我可不越狱。那我把自己关起来。我们来斗地主，师哥。